瓜高坚果子，我那个去，兄弟们，高坚果，我去，这玩意这要怎么过去啊，兄弟们，这根本过不去啊，直接给挡到这里了，我去，咱们这撸要撸到啥时候啊，兄弟们，这根本纹丝不动啊，这些高坚果，我这徒手撸，这没有僵尸一半高的，我去，死鬼。然后兄弟们，后面有两个图片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是加哥腾，这边是普通僵尸啊，咱们写的一个点子可拿，一个点子，这个僵尸好便宜啊，兄弟们。不过呢，这个僵尸要吃这些坚果要吃好久吧，我去。然后这边是加哥腾100点赞加五个表情包可拿，我去，兄弟们100点赞，我去，这有点难吧，兄弟们。不过呢，这个加哥腾可以直接把这些坚果给那个给砸扁呀，兄弟们。看来兄弟们又需要你们的帮忙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点点赞吧，100点赞加五个表情包都可以了，兄弟们，帮帮我吧，兄弟们，我让你们点了好吧，那我直接拿了，兄弟们，直接拿了，我就是四个加哥腾，来吧，兄弟们，直接全部放出来，哎，加哥腾，哇，兄弟们，直接给全部砸掉好吧，哇，太屌了，兄弟们。Later， 兄弟们直接通关，太简单了，加哥腾就是牛呀，兄弟们。然后兄弟们这边有个可爱的妹子，哦，兄弟们可爱的妹子，上面写的关注扣就带走。兄弟们，关注扣就带走，不错呀，兄弟们，等啥呢，我去。苏巴拉西。第二关超级大旋风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超级大旋风什么鬼呀，兄弟们，这玩意我这是什么鬼玩意，兄弟们，哎我丢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这直接把咱们给打下去了，兄弟们，那咱们试试能不能一遍过好吧，兄弟们，走起，一遍过，走起，一遍过，哎我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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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有点难受呀，我去，来吧，再来一次，兄弟们，走起，哎走位走位走位，哎可以，兄弟们过来，哎过来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。第三关看图猜人物，我去，兄弟们，看图猜人物来，兄弟们，这不是我赛罗大哥吗，兄弟们，迪迦赛罗赛文，哎呀兄弟们，这还用说吗，赛罗呀，真是的，哎呀，这赛罗大哥我肯定认的。瓜主达这个奥特曼叫什么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不就赛罗吗，兄弟们，怎么又一遍赛罗呀，你们知道这个奥特曼叫什么名字的，打在弹幕中或者评论区中好吧。